社交影响课纲，社交影响课纲，反对洗脑教育，反对洗脑教育，公开黑箱程序，公开黑箱程序，还我教育尊严，还我教育尊。我们一天花8个小时在学校上课，下了课之后，我们每天花2、3个小时在家里读书，甚至更多。有些人要到补习班，我们回到家已经11、12点。我们一天花超过12个小时的时间在教育上面。如果今天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努力的东西，它是一个正确的，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得到知识的，那么我们会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才是一个求知的概念。但是今天我们花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学习一个抹灭史实、抹灭我们的教育真谛的东西，那是学生不可以接受的。那今天的这场行动，它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学生所期望的。我们一直以来从五月初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寻求各种管道和教育部沟通，不管是之前的座谈会，然后被他们取消，或者是我们7月5号的游行，我们一直以来希望用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方法来跟教育部沟通。但是我们7月5号行动结束后，我们的纸飞机传达的心声却换来教育部一句“不是大声就会赢”。我们后来在7月13号升级了行动，我们试图进入国教署和国教署官员沟通，但是结束的时候却换来我们的官员一句“我很遗憾”。所以今天我们开始召集了所有的民众，召集了同学到我们今天这个场合。我们希望现在是3点，离官员下班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我们希望官员能够出来，正面的承诺我们的诉求，正面的回应我们的声音。我们在这里也在重申我们的3点诉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坚持。第一个，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容是符合多元、专业而且客观的条件。我们希望我们的程序是符合公平正义，是符合民主法治的程序。第三，也就是最后的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撤销课纲。撤销这次的新版微调课纲，这次的课纲它的争议性其实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虽然在以前课纲的产生会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今天如果争议到那么大，甚至到我们的高等行政法院都已经判决教育部败诉了，教育部理当应该要停下他们的程序，停下他们这样子强硬蛮横的态度，来正视学生的声音。那么在这边补充一点，在明天早上的7点，会有我们北市育成高中的许冠哲同学从这里作为出发点，他要开始做为期25天的环岛行动。我们准备了一封给每一个县市的教育局处长给他们的一封信，我们希望在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看到，然后表态能够支持我们。那么我们也欢迎民众和他接力的去完成这一趟环岛之旅，这是我们学生的决心，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站在这里。我们要捍卫的不只是我们一个受教者的权益，我们要捍卫的更是台湾教育的尊严。所以我们今天打算用这个包围行动来达到，而我们包围行动中间还有穿插，比如说在那边有彩绘区，可以用粉笔写在各个地方写下，可能是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可以是诉求，可以是希望，也可以是发泄情绪都好。然后我们也会在这边把，就是希望各位踊跃把教科书或者是一些想要给教育部看的书堆在这边，象征着就是这样的洗脑教育再筑高台，然后会非常就是会越堆越高，就是大家就是象征大家不满情绪以及对于这个教育对于这个现况底下的不满，以及对教育部不出正面回应的不满，这样子越堆越高。那这就是我们的意向跟理念。那从这边开始，从活动刚开始已经有一小堆书聚集了。那所以最后我们希望在这次的包围活动中，可以教育部可以派出政务次长出来跟我们协调下一次，就协调接下来谈的时间。我们也将会选出，我们还没选出，但是我们将会选出一个几个学生代表，然后希望政务次长可以在这个包围期间跟我们约定好一个确切的时间，跟确切的时间，然后愿意出来跟我们谈。因为市场座谈会同一个时间，我们并不知道重要的可以为课纲负责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包围中赢，这是我们这次包围里面的诉求。苹果树公社就是这场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到7月31号7月底为止，我们每天都会在教育部门口每天6点到8点都会在教育部门口举办苹果树论坛，一直到7月底为止，每天都会有。那如果天雨的话，就会到共同楼上棚举办。其实教育部一直到现在都是坚持他们之前在给高中生的高中职生的一封信上面的3点。那么我们虽然非常非常期许部长能够在这里出现，能够和我们正式沟通，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抱着一定的希望，但是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期许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再加上明天的座谈会，教育部的说法是4场同时举办，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跟部长沟通，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们自己的心声能够被听见，所以我们也再次呼吁教育部不要用这种敷衍的心态来面对学生。在这里的每一个个体，我们都在成熟，我们都在成熟，我们在长大，我们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站出来。如果今天教育部在他们下班之前，或是在这一次的包围行动中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回复的话，在明天的座谈会，我们会派出2、3位同学到座谈会的现场举我们的标语，告诉他们我们的座谈会在教育部现场。我们希望官员能够到这里跟我们沟通，而不是在他们上次怂我们约的地方想要再跟我们沟通。